他就在刷手机看嘛，包包一些东西，他就从里面拿了一块，好像拿了一块电池出来，上到他那个手机上，他正在上看嘛，上电池。 看嘛，一下窜出火来了，又砰的一声，哎呦，又燃起了一大坨火，看嘛，驾驶员及时就把门打开了，一分一秒钟之内就把那个门打开了。他就马上把他拿到车下面去，他没往外，没往。